种的话，外层最好是用透明的，透明的，像这种透明的，比较透一点。你可以加一个珠光粉，会比较明显，这样比较看得出来，就像有点点这样子一样。哦。我看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小爱心。像里面这个的话，我是用那个紫草，用紫草粉去调的，去调出来的。里面的罩中罩的那个罩最好颜色深一点，要不然调起来就没那么清楚。这里比较漂亮。对对对，这比我比较清楚。那这个是对冲粉冲粉冲的，可是用那个很明显的颜色，对。所以这个有的要赶时间，它白色罩衣比较快一点，比较快穿嘛。所以你们在冲的时候要快一点。是黑白这个，黑白是也是对冲吗？对。Okay. 这个是白色皂基，黑色这个是我用透明皂基加倍长炭的粉。哦。那这怎么就两个一起冲啊？对对对对，要两个一起冲。那像你看到这个颜色，这个是用透明皂基去调出来的。因为透明皂基你可以去调你想要的颜色，但是白色的话通常直接加基础油跟香精啊，因为这样抽起来会比较好看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利用剩下的，把它压成花。然后再把它灌进去的，好，所以你们等一下，是上个礼拜做有不是有那个小颗的吗？对对对对，你们就可以拿来把它压花，然后可以来放，也是要先放一点点，然后对，先倒一点点透明的皂基，等它稍微定了，稍微定的时候嘿再来放，放的时候后面的话再冲，但是你在冲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。因为你皂基温度太高的话，像我们这个的话，有些它会融掉，又融掉，对，你就看不出来。那是把它拿起来稍微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冷却。你先到薄薄一层的时候，再干的时候，再把皂基调凉一点，再去调，先让它凉一点，然后你稍微去摸一下触感，你这个。